亲爱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，主日蒙恩，感谢主，这个日子来会看顾，将平安赐予你甲我。上帝听你，耶稣爱你，好不好？那大家同心同声回应，阿门，阿门。请听我读今日的宣召经文，第四篇第33篇第一到第二节。恁义人啊，就因为耶和华来欢喜，正直的人会懊恼是合宜。恁就弹琴感谢耶和华，用十条弦的舌懊恼伊。咱做伙同心祈祷，疼阮的阿爸爸，今早起，阮搁一摆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你施恩宝座前。献上阮的感谢甲懊恼，因为上帝是日头，是盾牌。感谢你赏赐恩惠甲恩光，求你将你的道路指示阮，阮要照你的真理来行，也要恩光你的名到永远。阿门。来啊，兄弟姊妹，咱大家起来荣耀大君王主耶稣，因为耶稣的名真是美丽，永远伫咱的心。
稣的名，真是美丽，永远在我的心。我要是上爱我的主耶稣，只为我活着。所读的圣诗经文是记载在《约书亚记》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九节。耶和华的律法，摩西死了后，耶和华吩咐论的子约书亚，就是跟随摩西的，讲：我的律法，摩西死了啦，但你着起来，甲众百姓过这个约旦，
替我所想事以色列人的罪。既然恁的脚手所打的罪，我拢想事恁，照我对摩西所讲的，对旷野甲即个黎巴嫩，到大河就是贝拉河，迄人的全队，过到大海往日落的所在，拢要做你的境界。你一世人的确无一人会徛条伫你的面前。我怎样甲摩西定地，也要安尼甲你定地。我的确无离开你，也无放下你。你着勇敢壮大，因为你要予即个百姓得到迄个地作业，就是我对因的列祖所咒诅要予因的。独独你着勇敢大大壮大，接受我的律法摩西所命令你一切的律法来行伊，毋通离开来偏左偏右，予你无论倒落去，拢得到行通。即个律法一切毋通离开你的嘴，的确着每日想伊，予你接受来行即个册内所记载一切的话，安尼就会予你的路平坦，你也得到大行通。我欠无命令你吗？你着勇敢壮大，无得惊，也无得论，因为你无论倒落去，耶和华你的上帝甲你垫底。先个读到这，愿上帝的话语祝福大家。兄弟姊妹平安，请咱阿头祈祷，将一段听上帝道理的时间交托伫主的手中。主要说，阮愿意将以下一段的时间交托伫你的手中，关注你家己，用咱来讲话，关信心亲主会来教导咱，会咱有安静的心、修改的心、谦卑的心，来到主的面前听你的道理，好叫阮的信心会来去加添。安尼款祈祷，奉主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兄弟姊妹，顶个礼拜，甲大家透过约书亚的册第一章、第一节到第九节，分享到第一时阵，摩西无伫因的中间，摩西已经过身了，但是咧，上帝仍然甲以色列人同在，上帝爱继续会来一个引传因。无论何地前面有多大的一个困难，上帝无有会来去帮助你。兄弟姊妹，透过这个真理，咱爱得到真大的一个鼓励。咱会知影，虽然伫咱前面的这个道路，无论是咱拄着有偌大的一个坎坷、偌大的一个困难，咱的上帝是以马内利的上帝，伊常常甲咱伫底。伊无有会来去帮助咱，所以牧师今日乃是爱继续透过约书亚的册第一章、第一节到第九节，继续会来甲兄弟姊妹来分享。但爱继续怎样会来面对啊？咱前面的道路好高好大，会向前行。上帝向约书亚的这个命令是真正会清楚。上帝乃是爱在约书亚代替摩西。带以色列人过约旦河，直到这迦南美地，约书亚拢会知影，这是真正无简单的一个代志。因为伫38年前，伊就是其中伊是伫12个探案去中间其中的一个，是摩西差遣叫因直到这迦南美地，下来去看伊的所在。约书亚会知影，这迦南人是真正大旱人。即迦南，迦南诶，对诶一个所在，伊城市也真正坚固诶一个城市，所以因此，上帝向约书亚诶一个工作咧，是一个真正困难诶一个工作，就是爱伊带以色列人直到迦南美地，直到上帝所应允和因诶一个所在，所以因此向你指明，伫这时阵，咱也是会来去学习，虽然有诶时阵。咱伫咱的人生的中间，咱所挖苦的人无伫咱的中间，
已经是过身了，或者是咱所挖苦一寡的物件，比如是咱的工作啊失去了，但是呢，咱爱继续会来挖落去，来继续来面对前面，咱爱继续会来活大，会来向前行。啊，这个时代，这耶稣爱去咱看得到一寡一些代志，某些过身了。上帝唔是讲，就是爱以色列人就停办地这旷野的这所在。上帝爱因继续向前行，直到上帝所应允的这个迦南美地。是的，兄弟姊妹，咱会知影前面的道路是无简单的一个道路。所以因主呢，咱爱怎样来陪伴，来面对咱地摆伫咱前面的真多的一个挑战，真多的一个困难呢？头三面件，咱爱对这约书亚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九节内面会来学习，咱就爱带着信心，挖苦主会来向前行。但咱咱拢会知影，是不是？上帝向约书亚的一个工作，是一个无简单的一个动作。但是上帝却应允伊，上帝爱加因会来。同在，甲伊个力同在是有阵时，约书亚会感觉软弱，有阵时约书亚会感觉，这个惊吓，上帝拢会知影因个感受，所以咧，咱看到上帝有三摆会来甲约书亚讲到这句话，就是伫约书亚第一章第六节、第七节甲第九节，上帝甲因讲，讲讲你唔免惊吓，你也唔免忧愁，你就爱好大。因为你无论到什么的所在去，耶和华你的上帝定着甲恁同在。那上帝的这以赛亚的册第41章第十节也不安尼款，会来应允啦。伊讲你唔免惊吓，因为我爱甲恁同在。你唔免忧愁，因为我是你的上帝，我定着会来坚固你，我定着会来帮助你，我定着用我的公义的正手会来引导你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看到约书亚的上帝也是咱的上帝，上帝永远爱甲以色列人同在，上帝也永远会永远爱甲咱同在。所以因主咧，上帝也是爱甲咱讲，叫咱怎样咧，就爱好大，咱唔免惊吓，咱唔免忧愁，因为咱无论到什么的所在，耶和华咱的上帝定着爱甲咱同在，爱甲咱同在。继续来引导咱，所以引导兄弟姊妹，咱就要负担，咱爱继续有加着信心，会来挖苦主，继续会来向前行。那拍一拍啊，读过一个故事，讲到这个人，这个人哈，一生出来哦，伊就是痴迷，伊就痴迷。但是咧，第2001年5月25日时阵，伊就爬到世界上顶高的一个山的顶面。这个人伊痴迷，所以因做咧咱看到爬到这山的顶面无简单，是无有真侪人爬这山，有90%的人拢无有成功。但是兄弟姊妹，这个人虽然伊痴迷，但是咧伊却有变爬到山的这顶面，为什么咧？那是主要，虽然伊看袂到，但是伊用伊去看，伊爱真正留心下来去听，听什么咧？有那些因啊爬山的时阵，伊就伊寡有其他爬山的人第一头前行，伊人有寡会隆隆，伊听到这隆隆的声音，伊就对这隆隆的声音下来去行。有当时伊也听到寡第一前面爬山的人讲，你这水哩，爱向照正平，所以因就真正留心下来去听，所以咧因就向你这边。你看到罗马咧，伊就爬到这个山顶的顶面，伊就成功了。所以因做兄弟姊妹，这个所在也较多人。是的，虽然在咱头前的道路，咱会拄到真多的一个条件，咱所爱看重的是什么咧？咱爱留心会来听上帝的一个话语，咱爱独独会来去仰望伊，因为伊独独是咱的帮衬，伊独独是咱的一个恩望。但咱真正留心会来听上帝的声音的时阵，咱就亲像伊痴迷的人，上帝会带咱到一山的一个顶面，继续会来伊的姐姐伊的所在是真正水的一个所在。
因做咧，趁做会知影，吼、啊，他爱有信心继续会来话过做。所以因做咧第二项，他爱做是啥物咧？趁做爱来留心听上帝的声音，趁做爱来顺从上帝的这个命令。所以咱看到，啊，咱也是看这约书亚的册。为什么约书亚第一一世人的这中间，啊，伊常常有这个？德性，伊无论拍战拄着多大困难，伊会使来德性，有上帝的一个祝福，伊所做一切会来真正会一个成功。为什么是安尼看呢？乃是因为兄弟姊妹，约书亚吼怎样呢？伊有将伊相信上帝，伊也将上帝的话语放放在伊的心内，所以因做呢，当约书亚离路的时阵。伊就劝勉一寡个以色列人，讲甚物？伫约书亚个册第二十三章第六节，伊讲，所以甲以色列人讲，所以你着爱大大个好胆，就爱严谨个遵守啊，写伫约啊摩西律法顶面个一切话，毋通偏离正平还是倒平。所以因做兄弟姊妹，上个约书亚来教导一寡以色列人。都爱就爱立条上帝的这个话句。兄弟姊妹，有一班咧，在一个国家的内面，这个国家是受着逼迫的一个国家，咱无变自由的来敬拜上帝。所以在一个国家其中的一个城市内面，哈，大概带了有五十万的一个人。但是咧，在伊个所在，跑路有一间个礼拜堂，哈，会使在伊个所在来聚会。其他个礼拜堂拢关门了，即政府唔好伊会来去敬拜上，在伊个所在来聚会。所以在这个碎碎的这教会里面，一来敬拜主的人无多，哈，大概是十个的人安尼款。所以在礼拜日当一人唱诗，啊，祈祷了以后咧，这牧师哦就怎咧对伊读里面，一来将这真正大本的这圣经一来摘出来，伊就读了上帝话语了，以后咧伊就将这本的这圣经咧，各部放到这读的里面，将伊收起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整个的这城市里面，巴鲁有一个一本的圣经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看到的，咱真侪人可能咱有唔是一本的圣经，咱有真侪本的这圣经，啊，牧师有九本的英文的圣经，四本的唐人的圣经。但是兄弟姊妹，咱有无来读上帝的话语呢？所以，因做兄弟姊妹，咱爱来读上帝话语，咱爱将上帝话语放放在咱的心的内边，啊，亲像咱看到约伯安尼款，约伯虽然伊拄到真大的困难，但是咧，伊讲甚物咧？伫约伯记第二十三章第十二节讲，伊讲上帝你的最准的命令，我无法会来去杀，我看淡你嘴中的一句话句，啊，越过我所需要的一个食物。主要说在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四节也甲人讲。但人活着不是单单靠这个食物，那是靠上帝嘴内所出的每一句话。所以因做兄弟姊妹，在这个教室里面，上帝爱咱怎样呢？会来立条伊的话句，卖忘记伊的话句。等咱安尼款伊做的时阵，咱看到以色列人，伊来话过上帝，伊来立条上帝话句，上帝煞尾就接着约束啊。传音直到上帝所应允的这个迦南地对，所以因做兄弟姊妹，无论在咱的前面，或者在疫情的这中间，咱面对真大的这个挑战，咱爱做出真大的这个改变。但是无论怎样，兄弟姊妹，咱会记得上帝应允，伊甲咱永远同在，伊无会来放撒旦。并且咧，因做咧，咱就爱带着信心来挖苦伊，咱就爱将伊话语放放在咱的心内里面。因为独独咱的耶稣，咱的主是因传咱的主，咱的主是独独会来祝福咱的主，所以咱就爱有好大，会来靠着耶稣向前来行。咱祈祷，咱做阵来祈祷，听管的主耶稣基督，感谢有努力。因为你将你话句会来说应当，在你的话句里面有真多真多的一个应允，也教示咱爱继续抓住你应允，用信心跟对你来行。无论咱面对前面如大的一个困难，
上帝你都爱给我们弟弟，你爱帮助我们，你爱引导我们，祝福我们兄弟姊妹加添我们的信心，这样看你祈祷奉主耶稣的圣名，阿们。在做会领受祝福，你着专心倚靠耶和华，毋通倚靠家己的敖。伫你一切所行的事，拢着尽伊，伊欲指点你的路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上帝的听堂、圣灵的相通，甲恁众人同在。阿门。心，高原的脚步，重新跟对你道路。
弟兄姊妹，祝福你平安，我们后期再聚会。